是，我以为是有讲话的，我想有讲话的比较怪哦，我觉得还好，就是有点 teaser 感。对 ，teaser 感 ，teaser 感。Hello， 大家 ，Hello。要去拿我另外一片来吃。那可以播音乐了吗，姐？好，谢喽。不要，很尴尬。王一佳同学，真的是先不要这么坏。Hello， 大家好。谢华玉可爱，我觉得这是什么音乐？不知道。哎呀，我随机播放。哦，好好好，可以可以。哇哦！那高爵他们去哪一招？好像跟诗雨去串电影哦。哦，喂喂，哦。晚餐吃什么？晚餐吃超香。Hello， 大家晚安呐、啊。谢华还带我走，带我走，走遥远。你可以继续唱啊。你那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吗？啊，你的番茄嘞，姐？中午吃完了，不要急。姐，不要急。我一直逼王一家吃东西。谢谢信伟的四月早，谢谢开心的四月早。哇 ！Hello， 大家。哎、欸，这好喝，你要不要喝？好啊。啊，不是。我要当一口魔人。谢谢兔娜的告白气球，谢谢。我是不会拒绝人的。是哦。是这样的，那你可以露脸吗？对啊。Hello 阿龟 ，Hello 阿龟，哎、欸，王一龟，哎、欸，不对 ，Hello 罗龟宇，谢谢小可爱的，不是，谢谢 Ring 的告白气球，谢谢。对啊，很可爱吧？我那时候一看，直接一见钟情，然后就买了。Hello， 各位鲑鱼。Hello， 草莓鲑鱼。草莓鲑鱼听起来，草莓鲑鱼听起来不是很 OK， 不是很优、啊。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比较可爱吗？谢谢。谢谢付伟的告白气球，谢谢。当什么人？好喝。想吃鲑鱼哦，嗯，我想吃鲔鱼，是不是不错？蛮好的，对对对，不会太甜，而且无糖刚刚。嗯，因为子女会甜。对。哦 ，Hello 大家，我在弄我的晚餐，跟大家说，我今天就是有点小辛苦，自己讲自己辛苦会不会很好笑？但我自己觉得我有点，你现在是怎么样，王一佳？不会啊，听我讲，都没有问题。而且他还给我拿两只不一样的筷子。抱歉了，我平常吃饭都这样。啊，真的、哦，一个猫咪，一个没有猫咪，还好长度差不多，高度差不多。快破地头。我要吃什么？我要吃。哎呦，草莓！但你说那些都是我爸种的。真的假的？草莓也是啊、哦。对。好酷、哦！啊，你有洗吗？还没有，先破地头。好开心啊、哦！我草莓可以吃。一黑一白跟你们一样。Hello， 我先吃面跟卤味，超香的。大家都很辛苦，在这忙碌的时间。然后我还没讲，我今天特别辛苦，跟大家说为什么。反正就是，我就忙嘛，然后早上还测了800。然后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没有吃饭，到现在才吃。然后刚刚又进行了比较激烈的运动，像是健身、跑步啊之类的，所以还是很激烈。对，
所以就是很累，到现在还吃饭，要哭了。你很会加哎、欸，加什么？大家都会加进去。对啊，不觉得这样感觉就很好吃吗？是。谢谢华华偷偷喜欢王，谢华的文手礼，谢北原的神龙。就是这样，太可爱了吧。鲑鱼小偷，王一龟，王一鱼，你要叫什么？王一鱼听起来蛮好听的。王一鱼吗？那你叫王一鱼很顺口哎、欸，好像真的会有这个名字。林一鱼呢？哦，林一鱼是不是？稍等一下，听起来很像。有水吗？我想喝水。宝，我想喝水。怎么了？那小偷不是给？不知道啊，这一次，这还不是鬼吗？嘿嘿，吓死我了！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谢谢大家来找我玩，很开心，希望大家下次也可以来找我玩。嗯，谢谢初风的比心，还有可爱的花枝金库哎。那吉米做文手礼，荒眼加油。那明会来吗？鲑鱼王一家，鲑鱼王一听起来不好听啊。王一家就是要叫王一龟。王一龟好、哦。王一鱼，王一鱼了，王一鱼。王一龟，怎么感觉像什么谐星的名字？很适合你啊。王一龟，王一龟。你知道有另外一个绰号叫蜥蜴王？真的？当时跟加油王差一个字。真的哎、欸，你什么时候有的？很久哎、欸，不是没有很久以前，大概前几个月，同学取的。真的？嗯。那你同学很有想法。很有想法。对啊。那时候长得像蟾蜍。太坏了吧！你同学有点坏哎。对。他说我觉得不像，我觉得你像麻雀。我心胸，我刚刚说我心胸宽大，然后他说没有啊，你只有心宽大。这是可以讲的吗？可以吧。可以哦。原来是可以讲的吗？我讲过了。我讲过了是不是？好哎、欸。好哎、欸。好哎、欸、好哎、欸。没关系没关系，那你来台湾的时候一定要来，好不好？明天会跟你加油，好哎、欸，等你们。还有想差点租了红血球的衣服。哎、欸，如果租了红血球，我也想看，好酷哦。但是红血球吗？什么？哈，我比较喜欢白血球。那我想想，好喂，阿龟，我想要跟你聊久一点，阿龟。没错，不然只穿一次也太浪费了吧。毒蛇同学，我不要，嗯，我就是一口魔人。现台湾神龙，想聊很久，他应该要早点买，知道吗？他早点买，要多买一点。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歌来点？抱歉，我抓掉。没时间说嘴。哇！我是要被人做可爱吗？真的。莫大存在，很少看到。喜欢吗？喜欢。这样子是称赞还是不是称赞啊？可是我跟你们说，我吃饭那都吃超大口，就是我一个寿司，我可以直接一口塞进去。
然后那种圆的，你知道吗？花寿司是叫我花寿司的吗？嗯，花寿司我也是可以一口塞进去，就真的是，就是这种圆的，我可以一整个塞进去。你歌都很过分，随机播放。我给你看吧，啊，你先弄，你先弄。会噎到？我不会，我有练过。一口偶像，谢谢老大哥，谢谢。你不要这样子，你播的。我可以吞拳，我不行，我不能吞拳头，我试过了。但是我可以一口吞花手指。他没有对待好强迫症哦。对啊，一口才比较快，而且就很好吃啊。Pia Pia的文手礼，没人超越得了谁？没错，我真的不行啊，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你看我的拳头，然后我的嘴巴，我不行。那什么情况下试的？没有，就突然想到啊，然后就试试看。哦，看到陈思雅吞拳头的时候，我就看影片看到陈思雅吞拳头，然后就试试看。姐，要换歌什么？可以吗？我可以看一下吗？那我播我爱歌。你播，好，你播你的爱歌。我吃冰很可爱吗？哎，那冰超好吃的，因为那天超热，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口吞。小笼包是小 case 吧？小笼包，慢慢咬，对，慢慢咬比较重要，是要练过。一口菜不会变成寿司吗？什么意思？嘴巴什么？嘴巴看起来这么小，怎么可以一口吞？厉害吧？这是我厉害之处。那天还大家对，哎，是林杰有先讲是不是？对，大家都没带房。哎，大家想看吗？哎，你有给大家看过吗？看了，色差。我没有啊，你不要哦，对，因为我在家太黑了。阿杰下午说的，给你们看，给你们看一点点，看到了吗？超厉害，我真吓到了。那时候回去，而且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就洗完澡嘛，然后就看手臂黑晒黑的部分是红的。是红的，然后之后那边还脱皮，但是我觉得不会痛哎、欸，有吧？大家，我是第一次有这种，酷吧？我跟你们说，操作大家都有，真的。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操作留言去一家，没有，我跟你们说，发发有，真的发发有，你不要说敷衍啊，他在忙，他在忙，很明显吧？一些问题才红的，红的晒伤了吧？可是我不会痛哎、欸，其实不知道，没有发发有、喔，我跟你们说发发有哦、喔，哭吧，你们可以去问发发，真的，我没有在跟大家 hello 的，我常晒太阳，我蛮常晒太阳，我喜欢太阳，我是一个没有太阳不能活的人。哎、欸，对耶，大家看独自租屋那一套的时候就看到，一家等等，一家没有哎、欸，平安也没有。大家不要这样，大家不要放错重点。云爵有吗？云爵有吗？没看诶、欸。嗯，我也没看云爵的。是不爽、啊。你现在是怎么样？挑拨离间、啊。平常太白，对，平常太白了。平常白到没有色差。平常我觉得平常只是晒不黑。他只会晒红吧？嗯。你要再带回来。嗯，反正就吃不胖，然后晒不黑，长不高。哎、欸，我没这么讲别人，我没这么讲别人。可是我觉得我有在长高，我一脚是不是有在长高？嗯。对啊，注意我的表情啊，注意我的脸。等一下我帮我们都有保养吧。
可是品涵真的很棒哎，品涵就是晒不黑，然后还好羡慕、哦。对啊，还吃不胖，他吃不胖哎。长不高其实没什么差。对啊，长得好看就好了，好不好？嗯。看有就会长高嘛。你忙完吗？对啊，光吃不胖就赢了。平常食量很小，没有，没有。嗯，他们都平常食量很小。平常，我觉得普通，嗯，就是没有小也没有大，他就是正常人的量，他不是，他没有胃口的。他是真的吃不胖，预瘦体质，真好，真好，真好。期待期待，乌鱼子。不会，我觉得应该不会，就预瘦体质，就真的是天生。OK OK， 然后跟你一起，谢谢。但我还是我可以更瘦，就是要比正常人再瘦，希望能比正常瘦。瘦不下去。还有你哥，我们今天原本是想要讲，哎，你怎么可以播音乐啦？原本不是不能播，还是原本就可以播？什么意思？音乐之前我来的时候都不能播、欸。对啊，是啊，你说，因为我在直播吧？不是吧？你用什么播的、啊？接声。哦。还有小表情。我们今天来聊握手会。没错。蛮好吃的，我爸好厉害。谢谢朱娜带我去流浪，带我去，谢谢。还有姐姐，谢谢大家，大家都可以多看一点，多留言瑞婷，好不好？大家多去留言瑞婷，好吗？好，一家也可以顺便啊。还要记得去留言瑞婷，好不好？继续。听说你们看到会反光，会，会吧，会，就是会看到自己，会看得到自己。你知道什么时候？看隔板，隔板，我们的隔板，会反光。隔板？哦哦对哦。你在讲什么啦？会隔板，是的，没错。然后去留言瑞婷。我们会看得到自己，顺便检查自己的妆容。很晒，真的很晒，那天真的有晒到。手酸了，滑溜音手酸了。啊！哎，谢谢马吉带我走。Hello， 马吉。谢谢 Rain 的香槟，谢谢 Rain， 谢谢。我刚好看到一个留言。卢给你刚刚留一个很长的，我没有看到啦。我刚刚本来要回，我想说先回完，结果我就忘，他就跑掉了。
Lucky 你再留一次，谢谢 Rain， 谢谢。这边也很可爱吗？当镜子的感觉，没错。对，没错，搞不好镜子功能。哪一个？你想想，什么握手会跟合照会那个？谢谢洛瑞笑的告白气球。好，你现在不叫洛瑞，你就笑笑。我知道你就笑笑，谢谢笑笑。谢谢 Fly 的比心，对，嘟嘴。哎、欸，他有去拍你吗？他有去跟你拍吗？有啊，这样嘟嘴笑。因为你的 kiss 啾啾，你还要玩啾啾？烦死了，烦死了，烂草莓啊！可是今天的草莓不烂哎、欸，蛮好吃的。是吧？一家宝蛮厉害，我不知道一家宝看不惯他，一家宝一个赞。看不到。哭啊！哭啊！那想问一下，跟你不会不会不会，他不会反光很严重，但就是看得到对方啊。对啊，如果看不到是，哎、欸，他的王一佳，今天又来我了哎、欸，为什么每天都来啊？那、啊、应该不是来过了吗？我上一秒才看到你哎、欸，你不是来过了吗，孩子？不然我们要怎么招你？的脸，你的名牌之类的。我现在有肚子有点大，他消化，不要理他。会包怎么讲？有穿搭到，很感动，谢谢。大家很多话都让我很感动，是真的很感动，就是差点有点鼻酸那种。我要杀了你耶！不要，真的有点鼻酸，就大家的鼓励什么的。我听到大家很多真心话，觉得哇。何德何能有你们这群可爱的小可爱，今后也会继续努力，好不好？大家请继续支持我。没有啊，就一起挥啊，一起挥一挥，一起挥一挥啊！谢谢 Kiss 啾啾跟比心。我记得握手会上的约定吗？你可以再讲一次吗？你是说你要来握我一百张吗？这个的话我记得了。这才来我王一佳一千张。王一佳，王一佳现在很会说哦，很会说，不错。王一佳现在很会说，烦死了你！一家难得反光，哇塞！哎、欸、呀，谁呀、啊？哎，好笑。突然觉得还挺有趣。我也觉得还好，你没有来，希望大家可以多来，好不好？多握一点，一起挥啊！不用走三吧，这样就要走三，不用走三啦。虽然还是有啦，我感受到你的真心了，我感受到大家真心，不是嘟嘴吗？什么嘟嘴？什么？那位团帮我讲，上班没办法去。国家级薪水强盗，哇，你的名字很棒哎。Hello， 深海鲑鱼。哇、哦，这好可爱哦！耶、yeah ，这好可爱哦！我一直很想有这个哎，太棒了，好可爱哦！谢谢小猪的，这是什么？是，等一下，这是什么？爱的熊抱，谢谢小啾，那好可爱哦、喔。那可以给你啊。哦，好啊。啊，先不要。我以为你说，就是爱的熊抱，非物理性。我可以两个小时都给你。先不要了，还有好多没有，没关系，下次，等下次。物理熊抱。然后不行，不用了，不用。我觉得其实紧张是。什么意思？我觉得紧张是人之常情，其实对吧？是。就如果我去看我的偶像，我一定会紧张要死，真的，我会紧张。不紧张的话，感觉就是朋友了吧？就是。对啊，就会就，毕竟秒秒都是钱啊。对啊，怕浪费。而且你喜欢分秒必争，以秒计费。好烦哦、喔、你！希望他自己可以把话讲顺。
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我跟你们时间多了就可以慢慢讲，然后就不会紧张。紧张，好烦哦！紧张，紧张啊！哦，是哦，不知道是谁，就是说给我这么多啦，最后是这样，就是到底谁啊？是谁啊？不了解，不懂哎、欸，我已经不相信你，不晓得，不相信你了。没有紧张啊，这啊这不紧张哦，真的、哦。最近变热了，对，最近变热了，怎么了吗？什么意思？大家为什么突然留言最近热？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刚刚到底讲了什么，我讲过就忘记了。换一下，换你来分享。在这座城，不知道说什么，当然称赞一波。希望真一定真心，希望大家的讲的就是都真心。那分享我的油纸伞很臭。什么？我的油纸伞很臭。哈？我的油纸伞。油纸很难念，油纸伞很臭。为什么你有油纸伞？在我合照会啊。好嘞。那我带油纸伞去，嗯，然后在后台撑开，然后撑后台被我臭死，什么味道啊？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一种臭味。然后我就跟别人借香水来喷，油纸伞，只讲真心话，好好好。想看暖发小老板已经看过喽，我不会在直播上面弄了，而且就是对对，好不好？好啊。嗯，大家想看可以去看照片，已经有照片了好吗？大家不要再要求了，太油了吧。 Pickle 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哦，好的，哎，那是什么？ V2 我在笑哦哦哦，我好像有看过那个，我哥给我看的，真的哦？那你哥太油了吧。一家中间是不是有隔板？哈，这么多次，不是，他这个讲的很不清楚，好不好？油纸伞很臭，油纸伞很臭，我是认真听不懂，好不好？不管看你就结束了，这样子很浪，不是这样很可惜耶。我如果去见我偶像，我一定会盯着他看，死盯着他看，看到不行。真的很惊喜，可以看到乌吼制服，超开心，对吧？看可爱成员怎么会紧张？也是啦，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我应该不会再穿鞋。卖掉了。毕竟我已经穿很多次了、欸，都已经穿两次了、欸。我觉得两次应该差不多极限了吧？大家再看也没有惊喜感，然后也。就觉得还好了吧，两次就已经差不多了。我知道大家需要新鲜感，好不好 ？OK OK， 之后再说，好不好？反正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就去看照片哦。我等一下应该会发文 ，OK。大家记得留言哦，哈哈哈哈！明天嘟给看，要嘟多久都可以。这样好，还嘴巴很酸哦。谢谢志伟哥真情告白，谢谢。是照片的部分哦，照片哦，我有发啦，我有发了吧，对吧？但我有发了啦。哦，你想看更多是不是？原来是想看更多的部分呢、啊，我考虑一下。其实我有没有在想办法，但我想说，就发一篇就好，不然就又发一样的。就是虽然我知道可能你们会想看，但是如果不是那么有在关注我的，可能就会觉得，嗯，怎么又发一样照片这样。还是要考虑一些很多很多东西啦，嗯，好不好？有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谢谢你喜欢，谢谢你，谢谢大家喜欢，看不腻该多少集是没问题。
我问过一家宿舍T，他穿了几次？什么意思？宿舍T就是那件 girls can do。怎么了吗？我有在公演，哎、欸，我有在握手会穿那件吗？怎么了吗？我一家现在就是硬起来了、欸。我跟你们讲，我一家现在真的是硬起来了。哪有你那么柔弱的人？听你的哈喽。柔弱女子、欸，拜托。你的哈喽。温柔婉约。演出服很棒。事不过三，我觉得三才够本事。事不过三，事不过三。我刚才也想到这个、欸，我刚才也想到这个，那个，我刚才想到这个，这个之后大家跟大家分享，大家都可以分享吗？这个就不能分享？哦，不行啊，哦，好吧，哦，应该不行，应该不行，好吧，哎、欸，可以吧？我觉得可以 啊，可是不是现在，对 ，That's now， 对，事不过四，事不过四啊！现在大家我们。操作是事不过四啊，事不过四。你的印象就是我牙超好白，真的假的？谢谢。有人说，如果他花一张券去背对一家呢，不太好吧？什么意思？结果大家有发现我脸上的青，我跟你们说，真的是难。就是男粉们就是要我说我今天贴了这个，然后就会哦真的耶，就是女粉就会说哎、欸、你今天脸上贴了这个耶，是真的有差，大家虽然是没什么关系啊，我没有我手朋说哎、欸、你们看我今天有六手骨哦，真的假的？你是认真的吗？哎、欸、你有六手骨，你知道人家怎么回啊？我说他说一下你就是人气好像变高，他说对啊我色又成功，什么啦你在讲什么东西？我一下我以为真的是夸张吗？他说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东西？我以为真的是可以，我现在开始走性感路线了，20岁的梦想，性感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讲，19岁，我改变我路线了，我跟你讲不要乱改变你的路线，拜托哎、欸，我跟你讲你还是穿宿舍 T 就好，下次就穿 girls can do anything。哦，其实我在穿安全宿舍。哦，真的、哦。对啊。好好笑。大家买衣服要穿到底啊，不要浪费。哎，阿龟说完全没发现锁骨啦，失礼哦。阿正，你这样子失礼。没有，因为他只看着我脸。哦哦，对耶。被我的颜值吸引。好哦，好哦，阿正就是比较看着我眼睛的人。阿正就是专注看着我们的眼睛，对。很好，这样很好，这样非常好。Hello Yamaka， 温柔婉约。Hello 大娟，有饭就在那里，很棒很棒，就是要这样子，好不好？高清片弄当做什么东西？我考虑，我考虑，好不好？我考虑。就是我的这边。贴了两片，那是跟高允爵借的。那时候高允爵在贴，然后我就说我也要，然后高允爵就借我贴。他其实透视到后脑勺了，一家。好，一家的后脑勺怎么样？好看吗？很难透视吧，毕竟我的脑袋那么的发达。哦，是这样子的，啊、是这样子的，装很多东西。是这样哦，应该很难透视。好哦，装太多废物笑话。是这样，这很多知识哎、欸。哦，是这样吗？原来是知识的部分啊，气死啦！气死的部分，原来是气死的部分。怎么可能那么神秘？不好说，不好说。事不过四，事不过四。现在的桌布是现动吗？会动的超快。哎、欸，我也觉得那个是祖祖拍的，那时候祖祖拍，然后他说他说好可爱哦、喔，然后看着我觉得嗯，真的蛮可爱的。我觉得我们一定。我一家其实原本没有这么自恋的，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我一家是有点被我传染，对，被大家传染，被炒组的大家传染，大家越来越自恋，尤其是我跟秋碧，对，我们组有一股越来越自恋的倾向。没错，还有那个，还有七七啊，七七也是，对，七七也是，没错，好好笑。对啊，所以我就说 Miso 就是不行啊，我已经不相信 Miso 真的。不要觉得没关系，是真的不行。没关系。没。求眼影牌子、喔，想要不是想要眼影、喔。推瑞丁的糖糖。糖糖。哇，林尊重哎、欸！林尊重，我跟你讲，对我都对他都林尊。推瑞丁的堂弟，他就叫堂弟嘛。那堂弟有在看直播吗？
堂弟如果是堂堂，就是堂堂堂弟，好笑吗？好笑吧？哎、欸，你知道我以前会叫就是成人姐姐，小的时候，然后玲玲姐姐姐，太多小了，玲玲姐姐姐。哎、欸，我们今天在没看直播，没关系。谢谢他推我，希望继续推我。滑到同一篇食物，超可怕。对，我们今天在讲鸡蛋糕，然后我就滑一滑，就说我最近就是看这个，然后就说，哎、欸，你看这个，同一篇，超级恶心。与海无关，哦，这首是与海无关。林、嗯、杰姐姐，七七直播耳位自恋，不过私下应该就是差不多了，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个自恋。现在叫成员姐姐，感觉大家都会生气。会吗？你姐姐还好吧，妈妈啦。虽然我都叫雨晴妈妈，但没关系。但她是妈妈担当。没错。我小时候也叫，哎、欸，她就是我小的时候也叫你姐姐。真的假的？你有印象吗？我记得我有叫过柏林姐姐，但我你叫过我伊莎姐姐，我一家超嫌弃耶。我应该没有，不是嫌弃，是不可置信。哎、欸，我没有，应该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在尊重。哎、欸，你怎么样？你把我讲得很坏，哪有？我对你很好哎、欸，很好，我对你很好，好不好？雨晴大姐姐，叫雨晴，你会被骂。就是你啊，好像没有人叫，就是你们叫，因为你们叫的阿杰问号。我以前真的叫林杰姐姐。天哪！我以前竟然叫一家姐姐，好像叫我被 Yuzuka 叫过吧？对啊，我怎么可能会叫你一家姐姐啦？什么意思？他说有啊，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好可怕！拍 MV 的时候，是吗？你刚认识就拍 MV 啊？你那时候还拿着一个南管是吗？就一个中国、嗯、中国底。雅恩姐是现在也会叫啊？那也会叫啊？对啊。对很好吗？握拳，握拳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握拳对我很好吗？嗨，一家姐，现在直接大喊林姐女神吗？没有，那是我一家在做的事情，我都会叫阿姐或是林姐，叫柏林姐姐。要看到这一波了，应该会。然后就说她看起来想加入 Bill Flower， 好好笑、喔。一家还很黑的时候，我叫过姐姐。一家现在也差不多，就是我没有变白啊，大家没有变白。就在我拍了切 MV 之后，好像更黑一点。想起老板儿子来公司，我说可以叫哥哥，就他们叫叔叔，好笑。一家年纪已经可以叫，可是一家真的看起来真的没有办法让我叫姐姐。就柏林，我到现在还其实如果没有围棋，还是可以叫一下姐姐。柏姐姐，柏姐，但是我会让我真的不行。什么艺术？王一丹现在他，王一丹看起来就是比我大一两岁而已，好不好？一两岁可以叫姐姐啊？不要嘞！什么神奇？你现在大我几岁？五十九。你大我三岁，其实也差不多，跟一两岁差不多，也没有差很多、啊。好可怕！我跟王一丹的想法一直重叠。啊，国中的时候就比较叔叔，那就是，对，就是有点。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谢谢薪水强盗的徽章。薪水小偷。他就强盗、欸、他更强势一点，对。还是你要叫海盗？薪水海盗，令狗。令狗是薪水海盗吗？好好笑啊！可是令狗没有来看，大家叫令狗来看。薪水海盗。薪水海盗，好好笑，好好笑哦。七七是大家的妈妈，没错。嗯，七七是大家妈妈，怎么没有音乐了姐？我会叫姐，但我不会叫一家姐姐，你知道吗？就有差，我会叫姐，我会跟我很熟的人叫姐。薪水还都在加勒比，对啊。其实一家对吧？是真的很。很没有办法哎、欸，一家跟林杰是同年级，对，怎么讲？对啊，怎么会这样？就是如果是你们没有肉肉也是，我是同年级啊，同年同年肉肉也是的，嗯。
就是如果他们三个林姐一家跟，我还是最小的、啊。好，林姐一家肉肉的话，就林姐跟肉肉就是还可以。就如果说他们同年的话，就是还蛮合理的。但是王一佳真的不行，混了一个小朋友在里面。对啊，王一佳真的不行哎、欸，王一佳怎么可以长那么 UK 啊？谢了，明明就是姐姐，一家更像妹妹，我也觉得、欸。没有啦，可是王一佳对我来说还是蛮姐的啦，大概吧，大概吧。你国小就被叫舅舅，是长得多长啦？国小被叫舅舅，还好吧？我觉得是还好、啊，应该是辈分关系吧。哦，对啊，我也被叫啦，我也被叫，就是辈分关系。我被叫什么、啊？忘记了，反正我也被叫得很老。我们要姑姑吧。思雅姐姐，思雅姐就思雅，我现在会叫思雅队长，或者陈思雅这样，我会叫陈思雅。陈思雅，我不会这样子啦，太恶了吧？哦，你会这样子？思雅。干嘛？我叫陈思雅。有差吗？有差。陈思雅，不要一直夸他，他会飞起来。有人说你会飞起来，你要不要飞一下？太胖了，飞不动。那要减肥。一开始我有叫过一家姐，天哪，我真的没有办法哎。都背有平地，都背不起来。都背那以前跟姐差很多哎、欸，但叫大哥就不是。可是怀怀被叫大哥也超怪的、啊，我觉得。大家，一家不瘦了吗？比前阵子瘦。革命尚未成功。大家捷运被叫阿姨。是捷运吗？我记得我是在逛手机的时候，然后就被说阿姨可以借我滑那一台嘛，然后我直接。我就傻了，你直接拿在手机砸死他！我没有这样，不用怀疑的。很想滑，王一佳会做的事情，王一佳会做的事情，不用滑了。先不要了，我不会叫你们哥哥了，太可怕了吧？我不行、欸，你们就是小乖、欸。哥哥，好，我吐。学长，恶心死了。先輩，阿姨是怎样救命？对吧？我那时候超级难过，我那时候直接我傻眼了，我就好哦，可能他不知道姐姐啦，他就是脑、就是、他脑还只有对，他还只有阿姨这个词，对，还可以原谅。小丽有以前被模仿伯母前辈做介绍，一直强调伯母前辈的年纪，这样很坏耶，这样子很坏耶，救命！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且是。什么时候？小学还国中？国中的时候，比现在还小、喔，然后被叫阿姨。今天是对不？他运动那一天，想都别想哦！我是总统，我直接镇压，哎、欸，是镇压吗？我不知道，没关系，不重要，反正就是不可能，好不好？先不要了，好恶心哦、喔！我不行耶、欸，大家我不要，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我以前怎样，那是黑历史，好不好？我也不想听，我是认真的不想听，大家。哎、欸，这是什么？一六三的。哎、欸，一六三的。喜欢一六三。有的小孩好像会因为对方比较高就直接叫人家阿姨，可是我很矮耶、欸，哦，可能我对他来说很高。你现在笑是什么意思？没有啊，你还是哥哥年纪啊，先不要了。对吧？你要不要分享你握手很好笑？他们听过嘞、欸。啊，你们听过，我们不管了、啊，我就是要往下再讲一讲。哦，叫哎、欸，他们把这个称为断手会。就是不是有那个歌班吗？嗯，然后就说。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粉丝，我就很兴奋，说：“好久不见了！”他直接把他手拿去撞隔板，爽啊！断手会，欢迎大家来参加王一佳断手会。就断断手就手指，好可怕！应该不止手指，就是手的。脚掌直接断掌，断脚。我好像没哦，我有一个比较好，就类似这种，是我自己要握手去撞到我，因为我们旁边不是有桌子，然后我要握的时候，我就
这样子，然后我手了就撞到那个桌子，哎、欸，很痛哎、欸，很痛哎、欸，嗯。然后那个粉丝问我说：“你还好吗？”“还好，还好。”其实蛮痛的。哎呦！然后直接哭出来。哎呦！他会吓死吗？真的没事，真的没事。看到你们我就好了。那你很会啊。哦，有一半那个撞到蛮好笑。都没有麻，就是痛。有啊，你有说还好吗？这样也是说话了。还有吗？还有好笑的吗？好笑的。没有，我人生是如此无趣。写过最好的笑话是我自己。大家赶快安慰一家，好不好？一家有点太过负能量了。他又不全排队，而且每次都被人撞桌子。当自己撞到，自己有经验都没中。哇，那你很厉害。那你很有经验。我还跟他讲的。哦，对啊。因为就是没有满布啊，然后就会跟旁边的人聊天，希望大家下次可以满布，这样子我就不会，这样子不会就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对啊，就不会有分心的状况了，好不好？不认真工作，哎、欸，分是怎样？是没有人让我工作、啊，让你工作、啊，希望大家可以让我满布，下次。借力使力，把一家手秒准可盘，你是要谋杀啊？好可怕哦！啊，这你也不是小话、啊，都不要跟我抢。我那时候就在聊天呢、啊，至少是好笑的。哎、欸，真的很好笑，这个有安慰到哎、欸，有吗？有吧？如果你的人生是一个好笑的笑话，如果是不好笑的笑话，听起来更可悲吧？没错，对吧？阿华鱼肚。阿华鲑鱼肚，哎、欸，有鲑鱼肚这种东西吗？有、啊，好像有，好想吃哦。好，那我比较喜欢吃尾鱼。好哎、欸、，miso， 那现在就靠你，没有了，靠大家。那 miso 记得多买点 ，miso 记得补回来耶、欸、，miso 记得补回来耶，真的是有点小难过呢，哈哈。可是哎、欸，你讲了什么笑话？你讲笑话给我们听。你好烦哦、喔！那个，我是不能讲的。对啊，那个啊，不好意思，但我们现在，我现在有很多不能讲的歌。嗯，好烦哦、喔，很肥美。可是我觉得鲑鱼就算不是肚子就已经很油了，知道吗？哎、欸，你讲什么笑话？我讲说什么东西又流行又性感。嗯，然后大家第一个都说绝对不是王一佳，那什么意思？啊，哎、欸，蛮坏哎，是帽子，因为流行性感帽。好，还有吗？没有。哎、欸，有人记得哎、欸，我就只准备一个。我以前，我之前，我发现大家很喜欢我讲口白，有人去问你口白吗？没有，没有想听我说，没有想听我说，哎，抱歉。假的。不可能的啦！好，哎、欸，那我也是这個，大家都会被吓跑、欸，都会被吓跑、欸。性感感冒什么意思？他还没教一家讲哦，所以有人会跟你说可以讲笑话，对，或者是他不知道讲什么，说那你要听笑话吗？哎、欸，大家可以就是下次如果不知道讲什么，其实可以说可以讲台语吗？你有说贵州还聊聊吗？你说，那你可以讲得很乖。你乖啊，我不爱讲啊，丢啊。那应该说贵州还聊聊吗？你贵州还聊聊，不好吧？在啊，还讲客语？哎、欸，我不会客语，你会客语吗？我会哈吃张伟聊，这是我最会学的。哈吃张伟，下次再来玩。哦，我只会安子塞。哈吃张伟聊。安子塞什么啊？这我们下次可以用台语对话。谢谢。谢谢是吗？安子塞。
台语口白吗？不行。你不会台语。对，他可以。如果想不到讲什么。为什么你的番茄是不同颜色啊？你要问我吗？嗯，因为有两种品种，所以它不是一串，然后长不同颜色。不是不是，没关系，不会讲台语，不用一定要讲台语，我只是提供个选项而已。阿诺内，其实那一天基本上有说，那我说先不要。先不要，大家先不要，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这叫什么？先不要，我没有这个。他是张伟流，我没有这个，这是癖好，不是癖好吧？就只是喜好。嗯、对，我没有这个喜好，不好意思，我没有想要听大家的口白，但我知道我绝对不可能的。我有想要听大家真心的告白。真心的口白，先不要，口白真的先不要了。大家真心的告白比较能感动，好不好？真的先不要，我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说，认真的说不要、哦，大家，大家我是认真的说、哦，真的不想听。对，但我是认真的说，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就走散哦。但是我真的是，我比较喜欢听大家真心的告白了，就是不要口白。好，不要口白，真的不要口白，真的不要口白啊，好可怕！告白我真的了，复制型告白。那什么？你知道这什么吗？什么是什么？这个真心的告白啊，你就练口哨、啊。嗯，那什么？那是啊，对对对对对，一切都对对对。哎，我想学那个哎、欸，我不会。什么？啊，一起对路。在白色什么呀巴黎卡哇伊哟 ski ski die ski ya ba ski， 可是我觉得这个要就是表演的时候什么蛤，我没有说怀怀啊，告白我做得很好啊，就是真心的告白就很好。你讨厌一家为什么要讨厌一家？因为我刚才他说复制，我刚才说他复制型告白、oh。你还记得？你怎么还记得？不要走山，我们只是觉得。你怎么还记得？我怎么还记得？哎、欸，我真的是突然想到、欸，你很坏耶、欸！他已经被我讲两年了。哦，真的假的？真的、哦？阿凯、啊、有生气吗？不要生气的、欸，不要生气、欸。对，我们不是那种的。嗯、对，不要走山，不要走山，大家不要走山哦，不要走山，不要走山呢、欸。不要走散，不要走散，大家不要走散，好不好？怎么会我没有办法跳？默默承受很久，那已经是土石流了。平时一掉分，真的平时一掉分。对啊，你真的很坏耶。不要走散了，我还好忧伤，我还不要忧伤了。一家掉粉日常不要担心的、啊，好，很坚强，没事，好好好。现在就已经两个人说两方都没事，那我们就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太好笑了，哎、欸，我好好笑，你怎么还记得啊？所以你怎么还记得？我每天都会提啊，真的、哦，我已经提两年了。他从就你他只要进你直播，你就会这样讲。没有，就是如果有到这个话题的话，还、啊、好坏哦你。哎、欸，可是我还想说你怎么会记得？你不是都没有在讲？我真的是你提我才会想起来，而且那时候真的觉得很好笑。还是前年你们会喊的，那时候听到你们喊，就觉得哦，好开心哦，开心开心。是我现在是真的，只是没有表情，我是认真的，觉得很好，就觉得哇，气氛又更好。低音。兴趣喜好了，喜好一复制就两年，哎、欸，两年了吗？差不多啊。好可怕哦！要收音几单啊？二单。一家还记错什么？
就他其实没有传给我啊。然后我到最后印象已经是他有传给我这个事情。你做一次过审欸。其实我走心了。哎、欸，我竟然没有被复制到。所以是哪个？连那个简单的动作都不想复制给我，我真的难过两年了。你真的很蠢、啊，好笑。那简单动作也不给我，搞什么东西？不要走山，不要走山，后来不要走山，是我啦，是我走山了，哎，我走山了。若干那么久，第一次见到瑞婷，我也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谢谢，就是能听到大家，就是能听到大家说，就是我真的有带给你们力量啊什么的，就觉得天哪，嗯，达到就是最主要的目的，好感人，大家都进来说，一下你是不是又黑了？就觉得谢谢大家，今天会成为大，继续成为大家的力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都会听到大家说，就是去操作公演厉害啊什么的，就觉得啊、哦、好开心，真的好开心，爽啊！很谢谢大家有看到我的努力，每一次练习都很用心，而且希望可以更多人看到我的用心，嗯。我从受害者变加害者了吗？没错。我还第二次给你加，我还有那个档吗？还没复制到，好难过。好好笑，真的好好笑。我真的难过，我真的伤心。都两年了，哎呦，有那么好笑啦？很好笑，关心一家的黑度变化也是一种关心。对，很，其实也很多人说我变白，然后、哦、真的吗？我就搞得我自己很混乱。再一个变白，然后下一个人说：“哎、欸，佳你好像变黑了。”然后下一个：“哎、欸，佳你变白了耶。”然后说 ：“Hello， 好好笑、哦，是这样，好好笑，太好笑了。”我走，没错，我觉得这就是我手绘最主要的目的，互相给能量。就毕竟我们的能量是你们吗？你们的能量也是我们。可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要讲什么，就是哦，对，就是有人说有人说变白的只是人好而已，像米手就是说变黑的哦，真的，哇，米手真的看来人没有很好啊。有人说一定是灯光的关系，对，我也觉得，我相信，一下就有点灰，大家有看到我吗？这边抢了，好好笑。欢迎在关门课，特别棒，还有 MC 超天才，谢谢 Lucky。哎、欸，我觉得我们的 MC 就是能一直被称赞，是真的。啊、哦，我觉得我们真的进步很多哎、欸。对，而且我觉得王一佳真的很厉害。没有，就是。但我觉得是大家变熟的关系。对对对，大家变熟也是一个点。对，像我们现在熟之后，然后我们在讨，因为我觉得我们最开始。就是试一下讨论 MC 的时候都蛮尴尬的。对，就是哦，念完了下一个，他说哦，那要怎么接？对对，就是然后接的也没有很顺，对，就硬要接的，一边呛来呛去，对，说 Hello， 太熟了现在。对，就很还蛮感动。其实我们这组就是大家都熟了，原本真的很担心 MC， 但是一直有 MC 一直被大家称赞，就觉得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要来发，你要发明天见，来发现实，明天 reset 公演见，哎、欸，是都大写吗？那我去把胶圈能量，雨伞节比较贴心，什么意思？很有气场，很有，谢谢，很感动，听到这种话真的很感动，就大家有。就是我听到我变白很感动，算不多。就是大家有看到我的努力，看到我用心，觉得哇，好感动哦！谢谢大家。不行啊，不行啊！我一下，你到底是多想吃啊？因为我给他40块。30块，哦，30块，你才30块，在那边，
爱你们哟，不要太露骨了。你也有露骨的一天啊。我有性感的一天。可露骨还没，目前是性感有做到的。明天 reset 公演间。还要打什么？真心说。雨伞节，哎、欸，赛程雨伞节是很厉害，要很密集耶。你知道雨伞节吗？要怎么赛程雨伞节？不知道，可能就是要穿那种这样子的衣服，那个破洞牛仔裤。对啊，我们就是这种空格衣。哎、欸，有可能太性感了吧？这样子很酷哎。赛程雨伞，期待期待。欢迎大家快来看公演。很赞，谢谢。谢谢我们就是为了带给大家更好的表演。再生，我还自己 mute 掉。相信下午场啊，这时候并没有性感的一天，尊重嘞。名尊，直到才发现，不要，不好，不太好。防晒一节一节，他那样也不会有什么用哦。划龙舟，每次出门晒太阳的时候，然后今天穿到这里，然后人站到这里。袖子要多不一样，欸、很好笑哎、欸！哇，你很有，你很有创意、欸，对对对，你很有创意耶、欸！谢谢开心的年度选票，你很有创意、欸，很好笑。专业晒太阳。我刚讲到一半，因为我觉得追星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互相感染。不是，就是你还没追星的时候，你的生活不是也过得很好吗？哦，对啊。但你一追星，你就没有办法离开你的心哎、欸，你就会觉得没有他，对，活不下去，缺少了些什么，就没有意义了。可能我觉得，我现在自己目前的理解就是。可能原本没有追星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找到什么活着的意义。现在讲有点活着的意义，有点深。直到你遇见了我，突然发现人生多么美好。有点深哦，但就是你讲，我讲不要哭，我杀了你。就是可能我觉得追星的心可能就是给你一个意义吧，但是我觉得这绝对不会是你唯一，对，就绝对不会是你最终的意义、嗯嗯、就是你的人生一定还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等你去做，等你去实现，但是可能在你实现的过程，对，可能还没有找到那个最终或是他会让你去实现，对，他除了会鼓励 你力量，你不要一直打了我啦，他除了会给你，你很幼稚哎、欸，我印象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你继续，他除了在你还没找到那个目标之前给你一个目标，然后那一个小，我觉得追星其实不算一个大目标，它就是一个小目标，然后再也不是目标，小意义，然后再小意义。那个小意义呢，也会让你去找到更大的意义，然后鼓励你去追寻这些事情，这样子。你看这个超好笑。蛮好笑。我会形容的。蛮好笑的。哎、欸，我昨天看了熊妹的抖音，我觉得天哪，怎么可以这么有趣？那以前的啊，你知道以前的，怎么那么突然？打喷嚏的那个，哎、欸，打喷嚏还打哈欠那个，大家也要去看一下熊妹的抖音，真的很有趣。天哪，只有空闲的时间。我们超组的人都很爱看熊妹的抖音，熊妹的影片也很好看，大家。真的，我们现在像熊妹了。
大家知道吗？对，好好生活也是，没错，没错，没错，对吧？我不会这样子就哭了，太废了吧？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小妹超开心，而且小妹昨天超开心的。哦，对，小妹昨天超开心的。我想说，为什么这么开心？她之前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哦，我有问她哎。他说没有了，然后就说有吧，你今天很开心哎、欸，对，他就吃烤肉，吃烧肉，吃烧肉。他说他就吃烧肉，他就很开心。他那天真的是真的有，就是真的看得到。对，他说自己太开心了。对，他就讲没有啦，没有啦，没错。小妹的影片跟抖音都很棒，大家好不好？我想再看一次。你叫小妹，你还要看小妹？我找一下。小妹真的很可爱，其实。而且我之前跟小妹，我找小妹去吃寿司。然后小妹就说：“你怎么会找我啊？”我想说跟小妹去吃，因为其实我跟小妹其实也不会到普通。好可爱哦！哦哟，哎，阿正说你学的很像，你知道学熊妹吗？对啊，我最近找到阿正有 get 到。我跟你们讲，我其实很想学熊妹，但是我学不来耶。帅熊妹，熊妹帅，我妩媚啊，熊妹。太可爱了，熊妹真的太可爱了。我刚刚讲哪里？我刚刚讲什么？学熊妹。哦，对对对，就是你们知道熊妹讲话会有个腔嘛，就是这可能有点就不卷舌，然后我不会讲哎、欸，反正就是一个特殊的腔，然后那个腔就是有很台湾味，台台的，对对，台台的台湾味的感觉，但是我不会学，但我想学，但大家都说不行。还是我学王一讲，王一讲你讲话。我觉得我超难学的、欸。我觉得我超难学的、欸。很难吗？啊、真的很难嘞、欸。就是就是我也不知道。就很难学啊。很难学，真的王一讲很难学，王一讲没有。没有人可以模仿我、欸。因为我就是有找不到一个模仿的，就是有一个好像很有点鼻音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有一个好像有点鼻音的感觉。有吗？有吗？这样有吗？没有我模仿不来耶，可是我会模仿栗子哎、欸、我跟他说微波炉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那时候林杰不是讲微波炉嘛，但其实那个时候只是我们在讨论 NC 对，然后李佳在分享他煮菜还是什么的，然后他直播煮饭，然后李彩杰说你微波炉没有光还是什么的吧，嗯，然后李佳就讲成微波炉，那不是很好笑？然后我就学微波炉，然后他们就开始笑，因为我学得很像，我学得很像吧？很像。对，我那时候学李佳一说微波炉的时候，我就学得很像。然后那时候他们笑一笑，然后蔡有说你再讲一次，我就说就那个微波炉，然后就很像，然后就放到那个 NC 的脚本里面了，微波炉啦。只有王一佳模，对啊，王一佳就是王一佳就是专门模仿别人，没有办法学。我觉得我声音太难学了，就是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我声音太难学了，就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太甜了。哦哟，很难呢、欸。我就甜。我就甜。我才没有。大家好，我是罗瑞琴。才不像嘞、欸！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好，王毅杀了你！不是，我觉得刘晓婷学的比较像，我觉得晓婷学的比王毅家像。我才学熊妹啊！对。
很好笑，我觉得你真的有学，这个真的有精髓的。学妹的精髓。对，这有精髓的。其实有点像，没有，我觉得小晴学的也像哎、欸。真的大声一点，我看。好尴尬，没看过小晴学，小晴之前很会学我哎、欸。我觉得林姐讲那个超好笑。什么？哦、oh, ，什么 C 宝？没有没有，公演才能讲的，就是林姐讲你的那个。哦，哈？等一下，我想一下。好，我们下播再想一下。哦哦哦哦哦！哎，那个真的有想到，那时候我也吓到。他在观察你哎。对啊，我就吓到哎。对吧？没有这种派嘛，对吗？你都丑化我，还想要丑化我？你要丑化你？你都丑化我，你都丑化我。哦、oh, ，我放 tomorrow， 耶耶 ，for 了 ，I pay for tomorrow 是吗？什么啦 ？Oh for tomorrow。Oh for tomorrow。哎，不像嘞，你就是你。Oh for tomorrow。不像，你就是。像。你学我讲话不像？学我讲话不像啦。对啊，可是你学我唱歌不像。罗瑞卿。我才没有这样讲话嘞。我这样讲话吗？小青有练过，对，小青有练过。感觉你也很会学四叶草。对啊，我之前有学他们听哎，而且那时候我在学被寄存的心态。我那时候在学的时候，我就问我哥在旁边，我就说像吧，他说像。四叶草律师信写寄过。我哥也说像，但是真的很像。好想你，想要。我就说你学的比较像。谁？开心，你今天让我很开心哦。好哦，谢谢我的啾啾你。想要，我觉得我学的很像哎、欸。想要穿上衣服，简讯给你。哎、欸，我要听我才可以学。我播给你听啊。好啊。什么？好像你、啊。可是我们是觉得四叶草很厉害。不是恶意模仿，对，不是恶意模仿，他绝对不是恶意模仿，对，大家不要误会喽。对，婷，不是啊，我可能是，哦、你是吗？你不要讲了好不好？不是啊，我不是，我不是，我们都不是啊，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不是，我们是觉得真的很可爱又很厉害，而且刚好就是学的比较来，对，我们的唱腔刚好学的比较来。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好像哦，我好想好想你，好像，简讯好像，好想好想你，好想好想你，哦，你都不相信，他有个鼻音，有没有想你？想你。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差不多。像吧，蛮像的。好想你，好想你。你有听过这首歌吗？好像有。有人说我模仿起来没有，我本来就没有恶意的感觉，好吗，大家？我听起来比较恶意。
可是想你，你学幻觉，说来说去都只想要你开心。可是我觉得王一佳也很像。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有像王一佳真的有像，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哎，唱这首的时候一定要耸肩。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你要想象自己是四叶草。对。有马来腔，有说你有马来腔。我马来腔。马来模。OK 哦。OK 哦。真的吗？好想你。好想你，所以你不要乱合音好不好？还想合音啊？抱歉了，抱歉了。好想有音乐吗？有，来为您播放。还是我们来玩默契大考验，大家现在出题目，然后像是最喜欢的颜色，或是对方喜欢的颜色，然后我们就三二一讲出来，我不知道欸，好不好？我们玩，我们来玩这个，突然想玩，大家出题目，是吗？搞不好等一下就会问了，先不要。最喜欢的成员，三，等一下，你说对方，对方最喜欢的成员，三二一，小迪，不是，你要说我喜欢的，然后我要说你喜欢的，好，所以你是陈晓，我知道你是陈晓，对啊，我是陈晓，我原本以为你最喜欢小迪，但都很喜欢王一佳，没有，哎、欸，我觉得最喜欢的成员，对，这个不是朋，是朋友还是，对对，是以有带。有带粉丝眼光，就是觉得他会想要学习他那种，对，还是还是单纯朋友的喜欢，哪种喜欢？如果单纯朋友的喜欢，我有很多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他也有了，他也有很多个、啊，对啊，好好笑。那不然我们用有偶像的喜欢，那我已经知道你的答案，那你猜你讲我的哈，林姐，嗯。对啊，没错，我喜欢，我很喜欢林杰表演的感觉。好、哦，等一下哦，有惩罚吗？没有惩罚。最喜欢 TP 成员，哇，你们两个出了一样的题目，要不要结婚、啊？喜欢的食物，对方的吗？对啊，现在都是多问对方。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但是，好，我想到了。哈，等一下，你好难哦。你有什么最喜欢吃的？哎，我真的不知道。对吧？鸡蛋糕。我吗？我不知道吗？我只是今天刚好想吃鸡蛋糕。我今天一直跟王一佳说我想吃鸡蛋糕，但我就只是今天想吃。蛋糕啊，我以为今天说草莓耶。鸡蛋糕。讨厌呐！我们这GG耶，不行耶。最喜欢哪一家鸡肉饭？罗瑞婷有吗？你有最喜欢的鸡肉饭吗？我知道你的，你知道我的，家里隔壁的鸡肉饭，算是吧，算是对吧？罗瑞婷没有吧？但我没有，我没有鸡肉饭。目前最喜欢 TP 的歌曲里面最喜欢的一首，哇！我觉得你猜不到我的，我觉得你一定猜不到我的，可是我觉得我也猜不到你的。不是我在想我是最喜欢哪一首？对啊，我也觉得我猜不到你。好。所以有 TV 歌曲最喜欢的一首。哦哇哦！现在有发行。公演吧，公演加发行曲。公演哦，公演也要算哦。可以吧，可以算。那我们公演一题，发行曲一题好了。好，哇哦，这很难哎。我觉得公演的很简单，我觉得公演的你的比较难，我都想不到你的，完全想不到你的哎，啊，好难哦，好难哦，有够难的。你是制服吗？公演吗？嗯，其实我嗯，算制服。嗯，当然我也蛮喜欢女朋友。哦。但是制服还是又略胜一筹的感觉。你的话啊，你有什么啊？你喜欢什么？我纯哥的话是拼图。
哦，真的纯歌曲的话，真的假的？对，就我蛮喜欢这首歌的歌词。那如果论整个表演感，就是表演起来很开心的话，是白色情人节。嗯，就是白色情人节会很嗨。对，那发行的，发行的，我猜你，啊，我想猜，不是我也在想我觉得什么？可是我觉得你跟勇往直前很合哎。可以，但我还好哎，真的，就是不是醉。哦。乐不休息，休息也蛮喜欢的。我是乐不休息。你是乐不休息？嗯，我是乐不休息。我是什么？哦，我偶尔会听夕阳。哦，真的？所以你是抒情系列。哦、王一嘉喜欢听抒情歌。王一嘉喜欢一个抒情歌。一家四雅推。但是我的四雅签名已经要掉了。你可以请四雅再挑一个。再挑，我在想什么啦？再挑一个，再切一个，大家可以继续出题哦，我们会继续再挑一个啊。对啊，你喜欢状元糕啦，我怎么都没想到？欸、我喜欢状元糕哎、欸。对啊，你喜欢。我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哎、欸。前提不是要快快了，没有，我们放弃了，我们放弃了，没有要快快他的意思，我放弃了，抱歉，抱歉了大家。再来是什么？那最喜欢女生，我们刚刚出了的期望的身高。其实我没有哎、欸，你没有，我有哎、欸，你有、喔，你猜我的165，再来一点163，嗯，我想要长到163，我觉得身高还好哎、欸，真的、喔，所以你现在也可以哦、喔，我可以啊，主要是体重可以再轻一点的，我是，对啊，我其实我想说我不行，但是不行也得可以啊，啊也没办法，那没办法了，对，没有办法，最喜欢的水果，草莓，香蕉，还好哎、欸，草莓，番茄。橘子、山竹，山竹就好吃、哦。你喜欢山竹、啊？对啊，我喜欢草莓。对，你猜对。我喜欢贵的水果。我也喜欢贵的水果。喜欢的偶像，你的可以讲吗？我的也不能讲吧？是也不会到不能讲啦，就自己喜欢的偶像。哎、欸，音乐嘞姐，他比较小声一点。你的有，你有跟大家讲过没有？就新演员。对啊，看得出来吧，大家。我的也不是不能讲，那就是 不同区。最想去旅行的国家，我有一个终极国家哎、欸，我想去玻利维亚。你不要自爆啦！你一定猜不出来吧？对，我猜不出来。那你猜我的，我的终极国家是从我小时候就已经想要飞机哦。刚果不是啦。想去的，但真的还没去过。什么？澳洲去过了吧？澳洲？哪里？太难了吧？刚果在哪？非洲吗？有点接近。南非？接近了。还是我自己过哈？应该是接近，我觉得。请自爆。埃及。哦、你要在哦，好酷哦！你好，人文地理的感觉。我从小时候小学我就已经下了一个目标，就是我人生一定要去过一次埃及。虽然我到现在的目标是要环游世界，但是就如果没有办法环游世界的话，就是一定要去过埃及。我想去玻利维亚看这个天空之镜哦。玻利维亚在哪里啊？在中美。地理不好，地理不好，我们地理。抱歉啊，大家。算是文组哎亲哎你们都记得哎、欸、我的粉丝都有记得、哦、我讲过是不是我刚刚讲过吗还是你们猜到了对我想要去埃及喵谢咯我的意我有我一些笑话我在懂啊好烦啊一家有吃过山竹吃过几次这不会到不能讲，只是不同圈子，对，不同圈子，对，不同圈子，没错，不同圈子。等一下，王一嘉没有看动漫，嗯嗯，银魂吧，银魂是动漫吗？是啊，是啊，是啊。最喜欢的歌比喜欢的成员难选多了，还好吧？喜欢肉肉的哪一个地方？等下这是谁讲的？哦、阿哲，
怎么了吗？没有想说，如果是其他人，可以唱一下说，比如说某个三角锥，可能可以唱一下。好好笑。喜欢肉肉哪个地方？这个我们自己讲好了。这个猜对方，猜对方是怎样？很怪耶，每个都蛮喜欢的、啊。男友力哦，他贴心的时候真的很喜欢，会把你拉进马路的另一侧之类的。一家不是说来，我还拉粉丝入股、欸，你真的很坏、欸，一定会倒，欢迎大家投资，一定会倒，什么意思？每周一定要看的节目，够坚持的，你不要自爆啦！虽然那是隔周才上，我周一要看的节目，但我没有在看节目，我也没有在看节目，就是 YouTube 哦、oh ，可是也不一定每周会看，就是。有花到就看一下，对。好吃。喜欢的动漫角色，这个你要猜我的，因为你没有、啊。我应的谁？我忘记了啦。还有很多吧，我跟你讲过很多吧。我的英国老师。你很烦，你不要再用老师。很多吧，除了我以外。你还涉猎啊？所以我也跟你讲过别的。别部啊，他对我英特别影响，因为他很喜欢我的英文老师。英文老师，英文老师是什么、啊？车可以传变英雄啊！我的英雄老师，我要消失。啊，至少会有一个吧。猎人，猎人的猎人。哦，你好烦啊！猎人的猎人，啊，算了，我应该没有在关注动漫。对啊，喜欢做的事。三二一，看小说。你说你吗？你啦。我看没有没有。啊，不然你喜欢干嘛？你喜欢耍废？喜欢吃东西。喜欢变胖。啊，我以为你喜欢看小说。还好，我没有很常在看，我一本书看半年。那你要讲我的啦。最新。是没错啦，但是应该有更好的。更好的选择。更好选择。就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基本上都在做的事情，只是跳不同的。跳舞对啊，跳不同风格的。我喜欢跳吉他别的哦，对对对，练乐器之类的。大家是猜我喜欢的，我想去的是哪里？是埃及哦。哦，有库存吗？还有一堆，但我一直都还没发。对，因为日本那一组图要修比较久，然后就一直拖。那也是蛮久的，抱歉咯，大家可能大概在三个礼拜之类的可能会看到我乱讲的啊，讲冷笑话，喜欢讲好笑的笑话，对，你喜欢讲冷笑话。去看木乃伊吗？我喜欢那个金字塔，就是我觉得埃及有一种就神秘力量，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特别喜欢那种东西。看得去陈太郎他们去过的地方，哦，是真的有那些地方，哎，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以为那是画出来的。我知道他们去埃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有那些地方。喜欢喝的饮料，三、二、一，奶茶。空白，你不能讲。我要讲空白，空白的什么？凤梨冰茶，海神。凤梨冰茶对了，加要加东西，要加东西。凤梨冰茶加东西，加，哦哟，加珍珠，加野果。我不喜欢加那些。比较加糖热量，我都喝无糖的、欸，加冰块，不是啊，加小芋圆，蓝天了，哦，蓝天，反正还想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加，因为有这电影吗？你有看吗？我喜欢喝芋头牛奶，好哦，你喜欢喝芋头牛奶啊？真的假的？芋头树的，我以为你喜欢奶茶、欸，还好，好，我现在知道你喜欢芋头牛奶，又想掉实力掉粉，哎、欸，掉粉要掉粉了。一直掉，掉粉一直掉。有人好奇，那我们讲最喜欢的捷运站。其实我对捷运站没感觉、欸，
动物园站，因为有动物园。最常见的捷运站，宿舍这一站吧，就回家的感觉。嗯，我是动物园站，硬要讲话，有动物园的感觉。哦，对，你看，上啊，还不上？我想上哎，我那你要那你要想企划哦，真的是这样子、哦、，OK， 吃东西不能吗？可以啊。滴滴答答，安静的澎湃的温柔，内心的忐忑，内心的忐忑。没有，大家可以继续出哦。最喜欢台北的哪里？是地区还是台北的哪里？是地区还是感觉？什么意思？就台北的哪里啊？就像你喜欢我的哪里的那种，你懂吗？哦，就哦，可是手或是懂，有懂，体贴，懂，你懂吗？是哪一种？是物理的，还是非物理的？应该是这样。一家常讲的冷笑话，这个不好回答。喜欢山还是海？哦，这个可以。好，三二一，海。你很慢欸，你快点啦！哎、欸，是讲你吗？对啦，海吧。对啊，你是海吧？没有，我在想，我到底是山还是海？但我两句差不多。那我喜欢海，我很喜欢海。我特别喜欢海，超级喜欢海，酷欸，就是最喜欢太阳，再来是海吧。玩默契考验，王一真没有要跟我玩的意思。喜欢台湾哪个国家？哪一个城？你很烦欸。喜欢台湾哪个城市哦？其实我对台湾城市也没有。我喜欢金门。哦，真的吗？马祖。你很失礼，你很失礼、啊，还敢讲错、啊？我好像没有。我没有特别喜欢哪个城市，其实对，可以喜欢成武，金城武。好，对，那喜欢诞生的还是什么？三二一，生的。你是生的吗？我真的、嗯，那就好。我也喜欢生的，喜欢的生写的。目前出国，目前，那不然我们这一年还这一年了，这一年就三个而已，这三个而已，你要想好。等一下，我也要想一下。你等一下，我说什么？哦，好，就咖啡厅、巫女跟汉服。哦，好，三二一，汉服。我不是汉服，你是巫女。嗯，是哦，我也很喜欢汉服，我喜欢巫女。玛雅那个埃及 ，Which is better？ 哇，你很 international 哎，这个，我对玛雅其实没有研究哎。对吧？这个不好回答。我们李冰冰，那你很幽默。喜欢伊林还是星光？这个不好吧？我觉得都差不多。没有特别的感觉。星光大楼什么？不知道。没有特别的感觉。对。嗯，喜欢的动物。我知道你的、啊哦。我不知道啊、哦，那我猜你的。好，三。等一下，我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三二一，猫。小浣熊。你又小熊吗？小熊猫，小熊猫，大家。小猫，小猫，小猫。真的要勉强吗？他每次手都小浣熊，我都会气死。换个品种，小猫什么？猫喵咪啊！对啊，所以是猫吧？有可能。好烦哦！我喜欢很多动物。哦，我喜欢狐獴。啊、哦，你喜欢狐獴哦？对。真的假的？就是有时看那个狮子王。哦。很可爱啊！我觉得狐獴很丑哎、欸。我不喜欢狐獴。喜欢的科目。剑门纲目科属种。好笑吗？
我要睡觉，我要睡着，要睡着，我要睡着。今天太累了，今天太累，我今天真的太累了。喜欢的科目哦，那我们先定科目有哪些？国音数字社，国音数字社，嗯，好，就这样。一二三，国文，你是英文吧？嗯，我是社会。哦，你是社会哦。大家，我比较喜欢社会。我地理也不好，可是我公民蛮好的。嗯，我公民小达人。嗯，公民。英文，但是我英文普通啦，就没有特别专精。但我喜欢，我喜欢语言。哦，对，我喜欢语言。对啊，他跟 Lucky 很有默契。喜欢城市还是乡下？这个很难回答。我喜欢城市呀。城下，他喜欢你，城下。这很难回答，就是很难回答。对啊，就是要看，要看吧。就是如果退休，对，可能会想要去乡下。老了，有个憧憬吧。就老或都会有个憧憬啊，老了的憧憬，嗯、就是去乡下租一个。房子，然后种田啊，自己自己这种。但城市其实，我觉得如果退休在城市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如果退休在城市，就你的生活很悠闲吧。然后，可是你就会看到旁边的人，就是生活比较急促之类的，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感觉。嗯。今天国际睡眠日是不是？谢谢你的。科普啊，对，今天国际睡眠日，真的、哦，嗯，好好笑，难怪我那么想睡觉，是这样。喜欢出国旅行的方式，喜欢出国旅行，铁路、飞机、邮轮等，就是船路还是天空？方式，如果不是出国的话，就是出游好了，就出游好了，脸出油，头发出油，谢谢谢谢阿龟，谢谢阿龟的红包，谢谢。出游的方式哦，回不去了。豆豆脸出油，出游的方式就出油，就皮肤分泌油脂。他们会分泌一些东西，谢喽。问一下海的，好，三二一，飞机。你是飞机吗？我不是飞机。我是。就如果我是铁路，我是路。路哦，路对，但是我也是路，我也这样讲。嗯，但是我开车的话是不太。我喜欢坐火车。小时候目标是当列车长。真的假的？因为我想要去查票，哎、欸，票拿来。怎么？他当那种很秀列车长，哎、欸，票。会被投诉、哎、年纪轻轻的投票、哦、会被投诉吧？哎呦！你会被投诉吧？同学，你怎么买老人票？同学，五千的同学。好好笑。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多出一点问题，我们快要回答完了。回到我们就要睡着了，我们要睡着了，我们就要睡着了。等一下哦，嗯嗯，这边，你知道 Goofy 跟达菲吗？我不知道达菲 ，Duffy 就那只熊。哦哦哦哦，你知道？哦，好，那 Goofy 跟达菲，三二一，达菲，啊，你喜欢达菲？我应该达，你是 Goofy？ 我喜欢 Goofy， 就比起达菲，我比较喜欢 Goofy。但是猫咪的话也蛮喜欢，猫咪是画家、哦，那个画家吗？我感觉就是悠哉，对啊，我就是优雅的活，优雅的生活是我的目标。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多说一点，我没有睡着，没有题目回答就要睡着了，大家。喜欢吃饭还是睡觉？哇哇，我喜欢，大大大大。哎、欸，这很难哎、欸！对啊，这很难哎、欸。好，三二一，吃饭。我喜欢睡觉，我喜欢睡觉，我喜欢吃饭。就如果比起，就如果在极限的时候，哦，
两个都在极限的时候，可是其实会睡不着，但是我还是会想要睡一觉。我想要吃饭，对啊，我想要睡饱然后吃饭。但是，就是如果吃饭吃就吃了，想睡觉还不如睡觉，你懂吗？哦，是没错。就我有就是饿到极限就睡不着了。嗯，不一定吧，可能会饿到不饿啊。哦，饿到不饿就会睡着。对。有这么矮的列车长 ？Hello 啊，这你怎么一直列车长没插好不好？你一直呛一家哎、欸，还有什么？醒着还是睡着？这个很难哎、欸，这个我，嗯，这很难吧？嗯，就这个比人生必须，这个比吃饭睡觉还要难。对啊，嗯，我觉得其实。如果不热爱生活的人一定会想要睡着吧，但是醒着才可以做事。但是醒着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还是有怎么讲热忱，对对对，就是我们还是对生活有一些热情，不管是在什么方面，所以可能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还是比较偏向醒着了、嗯、虽然我很喜欢睡觉，但这就是不一样的。最喜欢的小说，我不知道他看过什么小说啊。你看过什么小说？这个没有办法回答哦。一家可以当高铁列车长，高铁的车长都很漂亮。哎、欸，他在称赞你很漂亮，谢谢。想要给红包还是送红包？当然送红包啊。怎么会？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哦，但是给红包是有赚钱的吧？送红包就可以再赚钱。哦。他还是想要收吧。想要赚钱，然后收红包。对对对。那睡觉还是睡饱？好哎、欸，吃药还是打针？哦，吃药还是打针？吃药还是打针哦？那我们要定一个很苦的药跟很痛的针。好，这样子比较好选吧。啊，好可怕哦！不会有这一天啦。对了，但是想要人可怕。好，一二三，打针。吃药。我想打针，你想打针哦？因为我想打针，我想打针，因为我曾经吃药吃到吐出来，我不行，我吃很多药真的不行，对啊，我会吃不下去，对我就是打针，然后忍一忍就过了，对啊，因为你喝水，你就算先喝水再放药，其实还是会有那个味道。我之前有吃，而且会很久，对我之前吃，而且它经过喉咙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我之前吃了大概这么大颗，那小学的时候吧的时候，然后我就吃。那种药，然后我就吃一吃，我就吐出来，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它太大颗，然后我就啪，然后就吐在桌上，然后就嘴巴还有那个药味，我就是不行，我不喜欢吃药，我很不喜欢吃药，睡觉就可以不用吃饭了，对啊。哦，喜欢的季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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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难哎、欸，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季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季节，你应该是，等一下，我要想一下你的，啊，好，我想一下我的，我想好你的，我想一下我的，嗯，但我觉得台湾的四季没有很明显，对对对对，台湾只有两季吧。那我们要用两季来分吗？你是要喜欢比较热还是比较冷？嗯，好，好，三二一，冷。冷冷你喜欢冷？我喜欢冷。我喜欢热。你很热。就我喜欢现在这样子。这样子是热啊，就比起之前是冷的、啊，之前是冷的、啊。我说热到极致是冷到极致。不是啦，就是，嗯，那如果以夏天、冬天，你喜欢冬天吗？我喜欢冬天。我喜欢夏天。我喜欢夏天，因为冬天比较暗。哦。我喜欢亮，我喜欢有太阳。但是你冷，你可以一直穿；但是你热，你不能一直脱。可是还好吧，会有冷气之类的，而且有太阳，我就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一直下雨，我就没有很开心。哦，一直下雨就很烦。所以我就是最喜欢现在这样。嗯现在是一个刚好的天气。对对，就是舒爽，舒爽，对，舒爽，舒爽。黑咖啡还是拿铁？一二三，拿铁。你喜欢拿铁？我喜欢拿铁。我要看欸。但我应该也是拿铁，我喜欢无糖拿铁。肉还是菜？
生肉，那是肉吧？对，我应该是肉。一辈子就吃一个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很想吃菜。对，就是肉一直吃会想一直想吃菜。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只能吃一个，我会选菜，因为感觉肉就会很容易很腻。对，对，但我还是会比较喜欢吃肉。那麦当当还是肯德德？一二三，麦当当。那最近在买一送一。好，真的、哦。因为肯德德好辣，笑死我！肯德德啊。肯德德，怎么了吗？肯德德蛮可爱的。讲的话就特别好笑。什么艺术？你讲的话就特别好笑。喜欢水还是饮料？可应该不能这样讲吧？如果只能喝一样的话，一二三，饮料。哈，我可以不喝水。真的假的？我一定要。我很少喝水，我真的很少喝水。可是为你的身体健康。对，没错。我会选水，但是如果以平常来说，我会选饮料，你懂吗？就是如果不是只能选，只能喝一种的话，我就会选饮料。但是如果是只能喝一种的话，我就会选水。我会选饮料。你两个都会选饮料。OK。你不觉得他讲肯德德很好笑？56分了，还没，我还有12分钟，因为我很开播。开的部分，我不是秋天吗？哦，但我解释一下，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是秋天。我原本是觉得秋天就是凉爽，然后又不会下雨，但是其实我不喜欢冬天，就我不喜欢冷的天气。对，所以就是会变，人会变，好不好？人是会变的。我现在喜欢。其实我喜欢春天，但是我有一个很，就春天让我不想选它的原因是，春天会有一堆虫，春象，对，所以我不喜欢春天的原因。但是如果春天跟夏天没有虫的话，我选春天。然后冬天、秋天是因为没有虫啊，就凉爽凉爽的。但我就是现在就喜欢春天了。如果春天没有虫，没有虫的春天，我喜欢没有虫的春天。可以哦。想要变白还是长高？3、2、1，变白。你变白吗？你哦，应该是长高啊。对，我长高啊。也不需要变白啊。我可以后天变白啦，因为我比较容易变白啊。对啊。就以体质来看。乡村还是城市高楼？刚刚我们回答过了这个。台语还是国语？国语，这个很难欸，就是都蛮喜欢的。就如果就是因为你日常生活讲，因为讲国语啊，所以就是应该不能这样子问了。可爱还是性感？这个我不会，我两个都要，我都要。药丸还是药粉？药丸，药丸，药粉不行。你要帮我回答，不是帮你啦，姐。药丸，你是药丸，你也是药丸。药粉会更苦，对，而且打在嘴巴。我跟你们讲，而且以前小时候吃药不是都是一个药水嘛，然后药粉，然后我妈都会把药粉加在药水里。你不是这样吃的吗？不是，我们家是这样吃，然后以前就是会把药水，就草莓药水那种，你知道吗？葡萄药水，然后再加那些药粉，然后他们就会变得很恶心。然后我以前都那样吃药，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吃进去的。我觉得我很厉害。哇，怎么突然这手啊？突然有点太大声。喜欢哪类星座人？那我们先回答有没有在信星座好了。3、2、1，没有。你有？你有吗？我没有啊。我其实也还好。对啊。就是不会会看，对，但不会，我不会特别信，就是哦，他这样一定是什么什么座这样。就我不，而且我也不了解，其实。对，就是可能有人认识人的时候就说，哎，你什么座？但我基本上认识别人，我不会问这个问题。嗯。因为我不会看星座去，就我觉得星座其实不是什么。说你几岁？对。我觉得星座不是什么太重要的。对，认识跟
跟人应该是没话题吧？哦，对了，可是有些人真的很信，对。我们团很多人都蛮信星座，其实、一天当中最喜欢的时段啊，我有两个哎、欸，我两个，好猜对方，对，对，其中一个，夕阳，早上，你喜欢什么？我喜欢半夜跟下午一，我要讲的很清楚，我喜欢一到三点的时候，很热哎、欸。我喜欢半夜一到三点，还有下午一到三点。哇，那你喜欢这个数字哎、欸？对，那你呢？我喜欢夕阳，你喜欢夕阳的时候，四到六点，差不多。嗯，为什么我喜欢一到三点？是因为一到三点让我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那么酷。像半夜一到三点的时候，就是没有人会管你什么做事情，然后你就可以自己。那下午哎、欸？下午就是。在学校一到三点的时候也是比较就不会比早上上课更进攻的感觉，然后如果是放假一到三点就是天是亮的，然后就是刚刚好，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一个时段。滑鼠还是键盘？这什么问题啊？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我不知道。一家的笑非常耐做，真的，大家都不知道生日礼物要什么什么，因为连我都不知道喜欢什么。美白如意，有可能哎，他可以送，考虑一下。然后每个人都送一罐美白如意，擦不完。比较喜欢甜食还是咸的？嗯，好。啊，好难哦，就是看心情哎。对，我也是看心情。那如果硬要选，硬要选，我硬要选有一个了。虽然我也是看心情。一二三，甜，你是甜吗？我应该是甜，我是咸，你是咸，咸比较不会腻，对，而且有就是会觉得咸是主餐嘛，所以就会比较想要选咸。但台北冬天又下雨，对啊，所以我不喜欢冬天。刚点还是比较，我没在看，我没在看，不好意思。好哦，好哎、欸，是智商还是情商？哇塞！这个我觉得其实蛮好选的，说真的。对啊，应该都是情商吧。对啊，就你智商不高，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李某某，对，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想要哪个成员来操组啊？我觉得不好说。我觉得我们很已经有那种 feel 了。对，我们已经就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组，还是 Daisy， 或是我跟你们说，董子萱讲 Daisy， 真的会讲 Daisy， 他真的说 Daisy。或是沙布拉，真的很好笑。沙布拉，Afternoon。其实 Annie 有时候蛮小三八，但很可爱，真的很好笑。另外一面，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组都已经有一点归属感，归属感。独自组还是白色情人节？这个我觉得蛮好选的。白色情人节，白色情人节。法文还是德文？哦。我还好，我都差不多。我也都差不多。看女生会先看哪个地方？眼睛，看人吧，应该问看人。看眼睛吧。对啊，就脸啊，眼睛啊，面部。看男生也是啊。对啊，看人都是先看眼睛，我们是这样。加香菜还是不加香菜？这个很简单吧？等一下，我知道你是不加。三二一，加。我是没有。就加跟不加都差不多，我没感觉，就是差不多，没有特别喜欢，对，也没有特别不喜欢。巧克力还是蛋糕？我喜欢巧克力蛋糕啦。我喜欢芋头啊，芋头蛋糕。那你火锅加爆。我本来想这可以变一个题目，加爆。我是没感觉，对，我没有也没关系啊。德文不好听吗？我不知道，可能他觉得不好听。长发子萱很三八，很难想象吗？我觉得还子萱就会小三八。Good afternoon， 他不是真的三八，就是小三八，可爱那种。对，喜欢站着坐着躺，这很简单吧？躺着啊，废话，能躺谁想坐？对啊。那牛奶糖巧克力糖，三二一，牛奶糖。你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哦，你是巧克力，抱歉，你比较适合牛奶糖，因为你比较奶一点。哦，我以为说比较白一点。哦，是没有啦。他以为想要称赞我的白呢。是没有吗？是没有。这首很好听。没了，
长发还是短发？三二一，长发。你是长发吗？我想剪短。你想剪短哦？但那还是等我毕业之后。目前还是留长。哎，但是我觉得就像长，就像那种像林杰那种。哦，你现在也是长发，现在中长吧？这也是长发。我其实，你说我是短发，你是短发吗？嗯，都可以。嗯，就看心，我是看心情，看心情。其实我很想要留像林杰那样的长发。嗯，但我觉得我这接发比较快啊，我是不可能留成那种长。我觉得留不到。对啊，我想剪，就是那种过渡期就会想剪。嗯。对，嗯，没错，吃巧克力咬松什么意思啊？哈喽老沙哈喽芋头南瓜，三二一，芋头。你是芋头吗？我是芋头。我都可以，我没意见。哎、欸，我们很久没有去吃南瓜派了。南瓜派，这很好吃、欸，真的很好吃。好知道，我都不跟他们讲到底是哪一间。我也没有，哎、欸，我也好像也没有关门。没有啊，就因为很好吃。对，因为真的，而、哦、是我们真的太久没去吃，我们早一天去吃好了。好啊，那真的好好吃。等一下，哥吉拉还是有三二一，哥吉拉还是金刚，三二一，哥吉拉。哎、欸，其实我没有在 care。我喜欢哥吉拉。哥吉拉。我喜欢哥吉拉。对，我喜欢哥吉拉，哈哈。手机还是电脑？那看要干嘛、欸？对，要看要干嘛打报告这种电脑。可是我现在报告也用手机，真的、哦、不觉得很难用？不会啊，其实就做那种 PPT， 就是眼睛会比较酸的、啊，做那种 PPT。可是其实用手机做也差不多，哦、嗯，没有到差不多，就是也还行，不会到很难用了。薯条还是地瓜条？三二一，地瓜条。你是地瓜吗？我是薯条。你是薯条？我喜欢地瓜条。你喜欢甜的？我好像比起以前会更喜欢甜。嗯嗯，你知道百变怪跟梦幻吗？嗯，好，你是二一百变怪，你是百变怪吗？我是百变怪。嗯，好，对，我是百变怪、啊。我觉得梦幻没有很好看。你要得罪梦幻的。完蛋了。静态还是动态？要看心情。这个我没有办法选，这没办法选。就如果要我是看哪一种静态跟哪一种动态？哦，对对，而且如果要我一生只做静态是动态，我也不行。因为我动起来，动起来，我静态、动态都有各自喜欢的活动。哦，喜欢自己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三二一，不戴眼镜。我知道你不喜欢戴，就是你觉得不，你自己不戴眼镜比较好看、哦。我也觉得我自己不戴眼镜比较好看。火锅吃到饱还是烧肉吃到饱？好，等一下，这好难哦。三二一，烧肉。我是烧肉。嗯，我都可以，吃到饱就好。对，都差不多啦。哥吉拉可以发光，好，差不多了，我要念榜了。今天的默契大考验就到这里。大家相信大家应该有更了解我们了。今天呢，我从第七名开始念，第七名是笑笑，谢谢笑笑，耶、yeah。第六名是傅维，谢谢傅维，耶、yeah。第五名是开心，谢谢开心。Yeah。 第四名是 Ring 吗？是吧？对吧？对，是 Ring， 谢谢 Ring。第三名是 Tuna， 谢谢 Tuna。Yeah。 第二名是怀怀，谢谢怀怀。Yeah。 第一名是小啾，谢谢小啾。哇！谢谢小啾的熊抱，那真的好可爱，我喜欢那个特效，谢谢。谢谢大家，想截图可以可以啊，想要什么的截图？鲑鱼还是尾鱼？三二一，鲑鱼。好，我是尾鱼啦。你是尾鱼？我是尾鱼，我讲了三百多遍嘞、欸哦。你不喜欢吃鲑鱼？对啊，我讲三百多遍。想要什么？什么？上木线哦，哈。可以改一个吗？还跳啊？还是你们要看我这样子？这样子有吗？这样子没有吧？这样子。啊，我不喜欢上木线。那我帮你下木线，双下巴。可以改一个吗？你晚餐吃很多哎、欸。对啊，因为一直跟大家讲话。这样子有吗？这样子有下木线吗？有吗？那我这样子，这样子大家加减一下。这什么视角？
超奇怪。这样子还行吧。可以吗？这样子有吗？有木线。有木线。上下左右来一遍。刚刚是下的。上木上木。下木下木。夏目夏目臭臭夏目夏目这是什么？这是右还是左？不知道。然后这是另外一边，再来是这边。人指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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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这是什么？夏目物理上目是物理上目，这是物理上目，物理上目，这180公分视角，对，没错，物理上目，这样可以吗？有截到吗？大家有截到吗？大家有截到吗？夏华的文手礼有吗？有截到吗？好吗？截到吗？有截到吗？静鸟想到一次，物理上目线，其实这不是静鸟，这是往，这是看的意思，有吗？有咪有啊，我要去休息了。你要去睡觉了。我快不行了，今天真的太累了，一早起来就跑800，真的不是，真的不是人可以做的事情。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大家如果有去公演的话，明天见。然后下次的直播时间再看官方脸书，然后我等一下会发文，大家再去多多留言。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明天见。